输给国安之后，2015-16，两个赛季是主场不败。这个赛季呢，今天是最后一个主场，之前我们也说了，此前的14个13胜1平。吕秀鹏，头球，64分钟，冯潇霆站起来，终于进球了。是的，是的。来到恒大以后啊，冯潇霆进球确实不多啊。2015赛季有过一个联赛进球，这两年就有一个助攻，今天又来了一个进球。看看进球的时间怎么样？其实还好啊，只落后一个球，时间还有大概30分钟。他是本赛季第一个进球。你想想，首回合3-4输的时候，当时王永珀一顿的角球助攻啊。对，那场比赛恒大的角球防守出了大漏。又来了，阿兰传不传啊？这球还是不传，分呢？这球该分呢。荣浩又抢断下来，王上元，他是出现了中场中路啊。